生日篇，以大道无情运行日月，大道无名，攘攘外物，无不知其名，想名曰道。心境今有一位真神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自己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，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，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？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。